澳门娱乐大亨周卓华因为小三港模 Mandy 介入，婚姻失和，与结婚13年的陈慧琳离婚。先前因为 Mandy 准备要生第二胎，外界认为小三真的赢了，没想到这几天又被媒体拍到周卓华与前妻陈慧琳一起现身机场为女儿送机，还一起帮朋友庆生。周卓华搂着前妻大唱爱我别走，芳华周太太只有一个，陈慧琳感动得掉下眼泪，难道两人真的破镜重圆了吗？朋友庆生会中夫妻互动亲密，亲友也透露即便 Mandy 介入，两人互动还是一直都像朋友，只要孩子或是彼此生日就会一起度过。然而小三 Mandy 才刚传出怀了第二胎的消息，这场感情纠葛正攻于小三，谁赢谁输还叫人雾里看花。记者综合报道。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美好年代。